法是真妙，这一句佛号包罗一切，包罗万法。你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诚心诚意念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夹杂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一句佛号就把全宇宙统统念到了啊。佛法里面讲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如来，世间宗教所讲一切神明全都念到，一个都不漏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所生所变，你念一切法的能生能变，不就全部暴露了吗？一个都不漏了啊！真觉功德广大啊！《行愿文》里头有说，这是一段，敬拜一切往生人等，弘誓一尘寒者。那你看人家这个言语心地恭敬啊，敬拜，拜是下对上啊，上对下是告啊，佛告诉你，佛告诉我们啊，弟子对佛恭敬是用拜啊，这是下对上。那这对谁呢？敬拜呢？对一切往生人等。那个等里头有菩萨，有罗汉，有天人，有畜生，有魔鬼，有地狱，全都包括了这等子。那就是一切往生的众生。下面告诉我们，弘誓一尘海，弘誓就是四十八愿啊，我们要在这一品学习的啊。四十八愿从哪里来的？是法藏菩萨秉承世间自在王佛的教诲啊，又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细心的去观察学得来的，不是妄想生出来的，不是想象，也不是佛教给他啊，是他真正参观考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一真庄严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那成就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是弘誓一尘。阿弥陀佛这个道场没有二乘，没有三乘，只有一乘。一乘是成佛叫一乘，那释迦牟尼佛教导一切众生这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一乘经典不多，只有三部啊，三部之外那就是还有一部，就是无量寿经净土法门，是一乘。
啊，业成是成佛，跟别的不一样。啊，别的是普通法门，要断烦恼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。啊，小乘从初苦、二苦、三苦、四苦，要慢慢向上提升。那一成不是的，一生就真的叫横超，它不是输出。啊，这个法门就像弥陀经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换句话说，对这个法门你遇到了，你要有善根，你要有福德，你要有缘分，缘分是有都遇到了。那没有善根没有福德都不相信啊，虽然相信他还要加上别的法门啊，加上别的什么，这个味道就不纯了，就被你破坏了，你得不到利益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